苹果直击台中夜店爱情动作片，一群辣妹在眼前摇屁股，谁受得了啊？台中这家夜店前晚搞爱情动作片企划，在脸书号称是淫乱派对，入场费男生600，女生200，小记者虽是正人君子，还是要直击现场替大家谋福利。哇，打手枪有辣妹摇旗呐喊，还亲手喂你喝酒，弄得心痒痒的。最刺激的部分来咯，开始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应该是打气球吧。小记者付了这么多钱，你给我看这个，还有警消来临检，分明广告不实，欺骗我纯真的幼小心灵，自己的权益自己争。月报的爆料公民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每月两折爆料费，采用月领20000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。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。